第31题，下雨时自空中等速度下降的雨滴有关于其能量变化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第一个是重力位能，重力位能是 mgh， 那么同样的东西高度如果越高，重力位能越大，高度越低，重力位能越小，它呢是下降，所以它高度减小，所以它的重力位能要减少。动能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相同的东西如果速度越大，那么它的动能就会越大，速度越小，动能就会越小。这里是等速度下降，速度不变，所以呢动能就不会变。所以第30题问我们说，有自空中等速下降的雨滴有关其能量变化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重力未能渐减，动能不变，因为高度减少，所以重力未能减少，因为速度不变，所以动能不变。